2020年 TVB 剧集绝对系线上线下同样精彩。依家我哋一齐睇下2021年嘅精彩剧集啊！如果而家俾个机会你，翻去100日前活多一次，你会改变啲乜嘢？3个月后嘅今日，呢栋维利大厦就会因为一个阴谋而倒塌。探求真相，惹嚟致命杀机。如果俾个机会你，不惜一切去保护心爱嘅人，你会牺牲啲咩？系咪无论我几努力，永远都要输俾你？就连我中意嘅人都系一样。扭转命运，但阴谋如影如随。预知未来，系咪就可以拯救所爱？一个换命真相，究竟系逆袭成功，抑或在劫难逃？换命真相。一宗意外逆转人生，冇啊！激发超能，使者觉醒。暗黑危机，全力反击，我最憎人搞我的兄弟。正义同盟，超能使者。你依家 trouble two 乜都 say no 嘅，你叫佢做，佢偏唔做；你叫佢唔好做，佢系都要做。玉儿是夫妻接力互补不足，咁你唔可以试下做 full time dad 咩？咁咪即系逼我做凑仔工咯，我唔得噶。No， 我唔想再做 full time mom 啊！点解一定系要我放弃事业啊？喺公司又挂住屋企，喺屋企又挂住公司，咪两头唔到岸咯。为咗个女同个孙，我乜都做得出。我家为咗个仔同个孙，乜都做得出啦。原生家庭的烙印。由而家开始，你唔再系我老豆。无仇不成奉旨，无怨就不成夫妇。你一路以嚟系一脚踏两船人，你仲好意思扮系好爸爸、好老公？原生家庭嘅伤痛唔好延续落去，再下一代。咪信嘢冇用噶，奶奶。你家姐入嚟我哋关家，蛋都冇生过只啊！够啦，阿妈，你唔好系唔会俾阿凡做人工受孕噶。快乐父母才有快乐孩子，不断学习，不断成长，已经好幸福，好满足。B B 大晒，一个古古惑惑嘅烂摊，做乜食只蛋啊？我读得书少，千祈唔好怀孕咁深。城中嘅渣男，一个忠忠直直嘅傻佬，我要夫妇啊！我大伯，真系你。一次绑架，绑架，你话打佢一身啫嘛，你做咩整晕佢啊？你哋绑埋我，唔使咁烦啦。命运将佢哋两个连成一体。你唔好打我老公，我而家即刻离家属噶嘛。一个赎金攞唔到，系条女落架。一个老婆走咗佬，佢老婆去揾条契家佬，好唔好话俾佢知大陆冇咧？我个脑一片空白，仲有失忆嘅烦恼。证实你幻觉系暂时性全面失忆。老婆啊。点解你只戒指会喺我个裤袋度嘅？系咪即系话嗰啲嘢唔记得就永远都唔记得啊？我就系想知道边个绑架我。我来自江湖，即系个剧名咁简单。蒙查查遇着盲中中，竟然将黑帮大佬系咁中。正啲啊！中咗，唔该死咗啊！一连串嘅惊吓构成一连串嘅关系。点解 Freya 件睡衣喺你度噶？你同我老婆咩关系？你有冇听过七分真七分假？你呃人唔该。悬疑老豆，我净系好想知道嗰几个钟头我同 Freya 到底发生咗啲咩事。荒谬黑色喜剧，你想点啊？斩你啊！失忆24小时。你爹哋生前委托我帮办你身后事，你哋系同父异母嘅姊妹。不过你老豆话时话咁风流咧，我怀疑佢应该唔止2个老婆，4个女咁简单。只要完成咗佢嘅遗愿，
可以分到部分嘅遺產。你願意幫我完成我嘅任務，我就幫你完成你嘅任務。七個同父異母嘅姊妹，究竟係血脈相連、姊妹情深，定係形同陌路、水火不容？一份遺囑，七項任務，到底親情可貴，定係為咗利益不擇手段？姓顧嗰幾姊妹，憑咩生活得咁好？经历一段你追我逐、争过你死我活的神奇之旅，边个才是真正的赢家、真正的公主？最后得到的是爱定是恨？唔好再教家姐，如果唔系，我一定会放过你的。以前我觉得阿爸是一个唔称职的老豆，但我觉得他希望做一件啱的事。一套你估不到、一波七折的都市剧集《七公主》。这个世界没有人不讲大话，千祈不要错过你认为或者以为一些不拉更的事。请你放心，我们是来帮你太太找真凶。欧阳聪，我的 case 从来都不会拧过给人看，错你一次。那真的很难抗拒，你知道我性格的了。爸嘛，爸爸除了真相之外，是超越所有其他因素而独立运作。我不想看见你错嫁，答应我得不得？你都可以好自然咁将你心入边嘅说话讲出嚟，咁你唔使孭住咁多包袱。我似乎对佢多咗一种唔应该有嘅感觉。我作为一个律师，我见过唔少真正嘅坏人，恃住有权有势，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嘅，绝对应该得到应有嘅报应。如果你真系犯咗法嘅，你一定走唔甩。我一定有我方法，令到佢哋知道呢个世界唔系佢哋话想点就点，还击系个最好嘅方法。我是猫，他们是老鼠，猫捉老鼠吃硬你。伙计办大事，你没衰在我手上。我揸车都挺小心的，应该不会麻烦到你的交通部。我不会再跟你在同一间医院，我辞职。你好，我叫叶晴。全面开放药物名册，才可以杜绝有市民因为没钱买药而死。成立药研中心，市民才可以用最便宜的价钱买到药。找到，是左发炎。这个手册等我来。好久没见了。我的票会给你。名城吧将会成为历史。我喜欢了你男人。我们做回朋友。你慢了，你以后连手术刀都揸不动。千夫万唤向西回归。白色强人二，康徐牺牲自己条命是为了谁？我坐三年监，冇得做警察，又是为了谁？只要可以知道阿丁下落，我未当做。阿志，宋呢？我要全世界知道长兴不是只是姓黎的。你条命滚腰牙。因为你是我 handler， 我才会没事。有了 SIA， 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。如果班人真的来报仇的话，我拼了一条老命都会保护你的。女的有可能被人收买和泄露情报，所以你要退出调查。出手不会这样做。你识的账号已经变了。你不能死啊！对不住，我没有其他选择。盲侠大律师用心眼追寻公义，我可以好肯定咁样话俾你听，我有能力睇穿人心噶。佢边句真边句假，我会分唔到咩？听到佢不断喺度刮痕。人系我杀嘅，你唔好再讲啊！我要办案，警方先会重新开始调查，将真正嘅凶手揾翻出嚟啊！
通常簡單嘅咧，我係唔會查嘅。要揾得我查嘅，通常都唔簡單。為咗真相，踩界偵探不惜膽搏膽，去告一個無辜嘅人，證明佢係清白白痴。冇曬時間，而家爭一步咋。我唔想靠啲所謂嘅專家。一定冇事嘅。我就喺個法官面前斗十下，打自己唔着。我是盲盒唯一信用的師爺，他什麼 case 都經我手的。黑道師爺有壓力兼有實力，人家有律師啊，我是癲雞，我出世就想做師爺。反對，被告律師無理質疑我當時。反對有效，不過這裡是法庭，只有雙方律師才可以進行抗辯。 Cherry 法官閣下，死者年齡介乎20到25歲，背脊有血痣，手指尾被人切走了。你查啲殺人犯記錄，睇下黐線嘅多定係正常人多。生個女出嚟，係咪就有資格做人阿媽？我想知道，其實你見到啲咩？你係我嘅。係咪你推佢落樓殺人滅口啊？佢一個人，佢叫朱基。你係咪係想同我講啊？點解咁危險，你都要揾翻朱基出嚟嘅？是因为我有他才不会那么孤单。你信不信任家里人？你痴线的嘛，会有人信吗？记忆入面，我们有难忘的相遇，但为什么这个世界没留下一丝的证据呢？是不是你留下线索给我？所有事的发生不会是偶然。美美说有没有人虐待你？你想这样对我？我们那些都是商人，不离不弃。爸爸妈妈很喜欢，但我不信你。动手啊！走啊！在国富场那个阿伯啊，你要认他死鬼族啊？看着他还懂得行啊。好像冥冥中有一些解释要告诉我们知。缘分会被我再次遇上你。要再见在梦中。我不想像爸妈那样成世住公屋。我养了头家几十年了，住我将我使我的。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你觉得你好了解我？这个都是我感觉你的。喂，你再是这样等下去，你等到他收经你都买不到楼。我今天都没家可以回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30几岁人都要跟家人一起住？點解一定要有樓先開心咧？咁呢個我哋一路想要嘅嘢嚟噶嘛？係你想要，唔係我想要啊！你同阿欣拍拖幾耐？冇拍拖，校友。我唔想到40歲仲係咁啊，周圍開房。你覺唔覺呢度真係好逼啊？逼到唞唔到氣。我唔結婚唔拍拖，就係唔想自己第時好似你哋咁啊！我哋要諗可以改變嘅將來。我要離婚。可以同重案组警司陈三元合作当差，有边个唔识你啊？你哋两个都系炸弹狂徒嘅目标，安排你哋住埋一齐。Objection！ 咁你调去边啊？棉花特别调查科。你得个咩啊？滴滴滴滴，求其剪啦！全差馆最神嘅人就系你啦，娜姐。我今朝起身见到嗰边床嘅小朋友唔见咗，我系咪都会死噶？我可以保证，只要你有事，一定医得好你。三个 organ 可以救三个人，依家系一个人霸晒。总言之，我唔会批。医学之所以有发展，因为有人够胆试第一次。赌场同医院都几似啊 ！Patient 入到嚟咧，就想知道自己赢面有几大。边有父母啊？唔想见到啲仔女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。识埋啲咩人啊？懵啊懵啊，俾人搞大个肚，你知唔知丑啊？做人媽咪，我都唔想做人媽咪啦。
識得關心病人嘅醫生，我相信佢哋嘅手都唔會殺得掂。